各位有爱心和善心的观众朋友请注意，记得以下的时间还有地点，在4月29号请到新加坡理工学院或 The Star 购物商场捐赠您的二手书，或到 Square 2买书，帮助一群有智力发展障碍的青少年，他们不需要我们的怜悯，他们需要的是我们的支持还有鼓励。快乐速递，请跟随我们把快乐速递给他们吧。4月29号见。